好，那么本期驯化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第13赛季才新出的三把悬赏武器啊，粒子机关剑啊，这个太空加特林以及这个太空索兰射线啊。然后感谢咱们的 SS Nico 提供的账号啊，他开服的话直接买了100级啊，买了100级，给个3连不过分嘛啊，又他妈给陆犬送钱了啊。那么这三把武器的生化队的等级它都是17级解锁啊，都是比较前期的武器。那么这把的话我们就实战演示一下啊，这个赛季的武器表现到底如何啊。咱们刚好还有英叔出现啊，容错率相对高一点点啊。那么咱们先说一下啊，这个死亡射线啊，它这个打25发之后啊，会出现一个这个充能啊，最多可累计3发啊。那么它这个关键的话，这个特效比较辣眼睛啊，伤害的话感觉一般般啊。它右键的话一个击退波啊，一个能量波可以把它击退啊。然后加特林的话就是把废枪啊没啥屁用啊，咱们主要看这个刀的表现到底如何，能否成为英雄快乐刀。一个小笨人过来抠我啊，敢过来抠我啊！还有个肿瘤仔，给我邪魔退散啊！啊，拿出这个小超兽来玩一下啊！这需要说一点就是啊，它这个立场的话是原地放啊，它不能跟人物一起移动啊。好，来个男妈妈，咱们砍他，来，咱们一个右键冲击波一波啊，射死个憨憨，哎，他这个话是100发充能，啊，然后充的速度还挺快的。哎，你小子活腻了是吧？小半皮，跟我火拼啊！你有这实力吗？咱们捡个仙子回点血，这个血的话有点吸不过来。好，咱们放个立场啊，原地嘚住，看这个小斑比。哎，我操，肿瘤在爆炸，远远啊！然后这个房里面的话，兄弟们，这个房里面还有个挂逼啊，改出了蛇夫剑在那乱杀啊。然后你们说的问题我都知道，路易的妈真该死。我们再来平砍一波。那么这把刀的话，说实话啊，伤害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啊，但是的话啊，仅限于玩英雄的时候啊，如果你是人类状态的话，基本上是白给，好吧，基本上是白给啊。好，来，咱们这个放个立场来砍一波，来放一波右键啊！我操，真的爆头啊！真的爆头！好，他妈这个邦比怎么那么多人事啊？放个立场给嘚住吧，你小子！我们再砍！我操，砍不动！刚刚不叫无伤的话，估计没了啊！哎，爬开吧，你小子啊！他这个右键的话是有个击退效果的。好，咱们准备开溜，啊！他妈甚至不能捡光的 debuff， 真是操！我操！一个！哎呀，他妈这个刀真的是太挖矿了！那么兄弟们啊，玩到这里啊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，这个赛季的三把武器啊，除了这个粒子激光剑啊，还有点看头啊，另外两把武器啊，铁垃圾！记住啊，铁垃圾啊，根本不值得氪金啊，慢慢做就完事儿。甚至不如恐龙枪，好吧啊！尤其这次更新之后啊，他们还没有修改这个随机武器的 bug， 所以我22级拿弩不香吗？对吧？拿你这个憨皮武器干什么？哎，好，你的 S 是我的，太逊。那咱们再上一波实战演示看一下啊，而且不要再吐槽什么，哎，怎么又是沙漠仓库玫瑰意大利，看腻了呢啊！你但凡上个游戏看一下，哎，你就会明白了。除了那一排蓝眼睛以外啊，就只有这几个图可以玩了。这游戏啊，鬼的一批，现在啊，白天啊，哎，满人的房间不超过3个啊，都是那种带布子的房间啊，打半年不来人啊，对吧？再是个3分的房间，我也凑合玩了啊。你知道我从来不玩3分房间的，因为没啥意思。好，大小尸变啊，咱们放个右键会被这个队的模型给挡住，真的是啊。好，咱们放个这个什么？放个月球出去啊。他这把武器啊，需要50发才能充能啊，50发充能真是垃圾的要死啊！哪怕你25发充能，我也不说什么了，好吧？啊，50发充能，狗都不玩啊，好，咱们又攒那个月亮出来啊，他这个非常像那个艾尔登法环里面那个满月女王那个大招，知道吧？哎，就那个 boss 那个大招啊，来啊，使我月球吧，你小子，嗯、啊。来，咱们开着秒一波啊，可以，这伤害放个右键轰死两个人头，不错啊，没，嗯，还是可以的，这爆发能力啊。好啊，你小子来啊，你能秒我，你能秒杀我，憨憨绝拉德哪里跑，我怎么卡了？所以这个赛季兄弟们啊，把这个关键搞到的话就可以慢慢做了啊。另外两把武器的话，说实话铁垃圾。
大桥吧，来了老弟，来了我的，哎呀，咋没踩到？不过貌似没有什么事儿啊，抓特别快这一把啊。大桥沦陷，嗯，还有个阿三拿个四冠，你给他们打游艇没？哎呀，我操，这没抓到啊，跑哪去了？啊，这小子有隐身换弹，你有隐身换弹，你小子啊，你骗到别人，你骗不了我。哇，是真 I have nothing to say but lose 嘛啊！我他妈追半天空爪三次，不如一个芭比呱唧呱行吗？那个抓人操！好，这把奇努啊，这把奇努了啊！这武器对吧？前期玩就图一乐，真要升级快啊，秒式刷屏还得看我十字弩啊！只要这个随机 bug 它不改啊，弩永远天下第一啊，性价比高的亚皮。尤其是现在啊，人手一把弩，人人知道这个随机武器的 bug。那么我玩这个新赛季武器，我仿佛一个小丑一样的人士，僵尸打不死就不说了啊，升级还慢的一逼，别人都去四件套了，我还被等级压制，我这是何苦呢？对吧？这是何苦啊？你看这一把拿弩啊，我一把升个十级都不是问题啊！你看我射不死你崽这么小玄子啊！东厂的团建又开始啊，零零零零零零零。好，被秒完。一旦出弩之后啊，这个僵尸的环境就变得更好了，开始自闭啊，开始自闭，抓不起来。好，咱们看到 BB 来 headshot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 multi kill multi， 你也不行啊，这弩啊，夸不得是吧？不过这个随机挑战真香啊，真香。好，咱们再来开一波战术目镜啊！来，战术目镜开启。Oh my word， move， 这个弩在僵尸一多之后，伤害其实也不太够啊。正好咱们这个 F 二块没有了，我们可以考虑交这个暗雷兽来玩一下。这把武器的爆发能力在这个后期啊是最高的，没有之一啊。
33级玩了40级啊，不是问题啊，也就只有英雄的炮锤可以和他和他相提并论一下啊。怎么办，兄弟们，交了吧，交了，交了，交了啊！咱们直接叫 F2 啊，不交的话没有这 F2。啊，咱们先等一波充能啊，这个弩的话。这弩的话不太好啊，兄弟们，把这个弩先处理一下，把这个弩先处理一下，就在外面去了。哎，嗯，好，捡到了，那没事，来了，老弟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什么叫牛神的弱化版啊？不对，他比牛神光印还要厉害，知道吧？来，你看我直接喷你一脸啊，喷射开始啊，秒尸，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，兄弟们啊，来。还有这个电流保命啊，真是啊，这把游戏打游戏手才能强的亚皮有没有啊？嗯，我操，你看这复活点的位置啊，差点被绝了。Headshot， 来了老弟啊，邪魔退散，退退退，小斑比乖乖。哎呀，真不错，这把武器我点住点住点住啊，喷射一波点死他，对吧啊，你看我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，休想靠近我啊，是个三分的凡间，哎，杀了18K 啊，如果是个四分的凡间的话，这把就已经40级了啊，那这话咱们就不卡弩了吧，咱们正常升级啊，因为这个弩
确认的是，哎呀，少了一分钟啊，不然就是60K 了。